只的。不是吃饱了吗？你要干啥呀？啊？你看那小四自己玩多好。你又吱吱啥？没理你是不是？最近咋回事啊，小五啊？哪不满意啊？没有亲亲啊！哎呀，那亲亲，熊猫病啊！小五最近犯熊猫病啊。是不是？最近又犯熊猫病了，是不是？玩玩还得亲一下，是不是？